Hello, I'm Zhao Hongyan. You can call me Miss Zhao. Nice to meet you and welcome to the big family of learning Chinese. Chinese is a beautiful and interesting language. You will love it. I graduated from the French department of Bohai University, where I got my English Test 6 certificate. 我曾经在一所少儿英语机构担任助教，我喜欢寓教于乐、循序渐进的教学方式，让我的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语言的奥秘。在课堂中，我更加注重语言的实际应用，而不是简单的传授知识。我会采用多种教学手段，例如游戏、音乐、角色互换等等，让我的学生积极主动地去探索、去学习。朱熹曾说，问渠哪得清如许，唯有源头活水来。意思是说，知识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，需要不断的积累。在人生的学习当中，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、运用和探索，才能使我们永葆前进和活力。不论你是喜欢中国美食，还是欣赏中国的山水，或是喜欢优美的中国画。我相信，以我的教学经验和经历，可以很好的带你领略中国文化，学习汉语知识。快来预约我的汉语课程，开启你的汉语之旅吧！